咁啊！奉勸大家真係有限嘅人生裏面，善用餘生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嘅崗位嚇。誒閒事就莫理 OK 誒，當然啦誒，關於社會嘅大事一定係要要啦，要知道啦，同埋做一個公民責任啦。但係一啲唔關自己嘅事，參嘴好似自己有份咁樣，其實呢個係好蠢不智嘅一個嘅所谓嚟嘅。咁啊，我俾一條片俾大家睇睇先啊。 嗱，呢個片呢，就係、是、今朝咧，阿真心教教主咸濕超咧，佢誒、呃、WhatsApp 俾我嘅。咁啊，佢誒喺個地鐵裏邊呢，真係都忍唔住頸啊，就影低下依一幕有趣嘅地方。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非常之自私嘅香港嘅女人嚇，即係寧願將個位置擺佢個袋嚇、啊，突出半邊，攞有侵犯咗其他嘅位置。 擺佔 additional 個位嚇都唔將個袋擺喺自己嘅膝頭哥上邊、大髀上邊嚇，騰、啊、出多啲嘅位置等側邊嘅人咧可以坐得舒服啲。咁另外有一個四眼西裝友咧，呢條友亦都係要譴責佢嘅。誒、呃，明知個客位咁狹窄，側邊亦都有個大媽咁大個屎忽，你又擠埋入去，咁你咪好中意同人哋夾住嚇、啊，大家嚇比對比嚇，膊、啊、頭撞膊頭咁樣擠埋去，為咗要坐一程嘅地鐵咧，係咪？咁你零咗分鐘有一個唔覺意，你唔好彩嚇撞正啲嚇。啊 好中意玩 me too 嘅女人，話你非衍佢，你咪真係水洗都唔捻清。嗱，呢啲就係一啲垃十嘅香港人嘅行為啊！即係你每一日都會見唔少啊！嗱，好老實講，只要你帶一部 handcam。 <coughs> 帶一部偷拍眼鏡，你喺香港裏邊搭翻一個鐘頭地鐵，你係不愁冇材料，係睇到香港人有幾撚垃圾㗎。咁、啊、我哋咧就會喺節目裏邊呢，就盡情去鞭撻呢啲香港人嘅垃圾行為。嗱、啊，我亦都歡迎大家，如果你哋咧喺街影到依垃圾行為啦，你唔諗需要同佢哋嘈噶，你拍低俾我啊。OK，WhatsApp、okay? 去九八一零八八七四啊，或者係電郵俾我哋啊，依、这個 cs at mihk d hk。 系 MHK 都 HK 係啦，咁啊俾我哋吓，或者系打打電話上嚟九八一零八八七四誒三九五八六七三，73, 問我哋攞一個聯絡嘅方式，睇下點樣可以收到你嘅誒嘅片。我就廣收一啲香港人垃圾嘅誒、呃、行為。OK，係我喺節目嘅邊咧，同大家去分享點解香港人會咁撚垃圾，即係呢啲咁嘅卑劣、自私、罔顧他人、自己行先嚇、自己着數晒嘅行為咧嚇啊！啊 多的士，俾多張相大家睇睇添。咁呢張相亦都係今日裏面呢。我喺呢個深水埗呢，我係見到嘅。嗱，中所見呢，我開頭都以為呢一位男士呢孭住一個紅色嘅，好明顯係假嘅 Chanel 嘅嘅男人呢。我就以為佢有翼伏逼啦。原來佢唔係嘅，佢係幫一個嘅女士呢去孭手袋。嚇，全程呢，就係、是、呢孭住呢個手袋呢，就攬住呢條女呢通街攬攬石石咧，同埋行路。咁啊～ 嚇翻翻嚟有冇睇一啲又核突嘢嗱，依啲又係一啲好嘔心嘅變態行為嚟嘅，即係大人大姐嘅馬路嚇、啊，幫人哋女人去孭手袋，做咩捻到咁撚肉酸係咪？啲咩撚嘢人嚟嘅啦嚇！即係你喺香港裏邊咧，你唔明白一啲人嘅心態會係點？喺外國人嘅眼中，你依基本上真係啲匪夷所思嚇、啊。男人唔似女人，女人唔似女人嚇、啊，人似人嚇，行、啊、出嚟好似個個都喺個背脊裏邊孭住一件妖魔虎魔喺身上邊嘅嚇。啊

當我一落機咧，我見到喺行李帶上面咧，就有一扎嘅啱啱喺加拿大翻嚟嘅香港人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扎人咧就有。 香港過去探親啦，或者亦都有一啲嘅老華僑啦、香港嘅移民啦。嗱，如果喺加拿大 passport 住咗幾年，翻到嚟香港呢，佢即刻都仲係咁呢喺個黃線以內裏邊呢，係等行李呢，我覺得好鄙視呢扎人。其實基本上呢，佢哋嘅行為是一個好愚蠢同埋一個好戇居嘅行為。你行咗入去近咗個行李帶，唔係代表你個行李會快咗啲出嚟噶嘛？相反，你大家企得一個密擠擠，同埋喺一個唔安全嘅地點裏邊呢，你攞行李嘅隨時要 涉及你側邊嘅人係咪？點解唔企翻喺機場管理局 suggest 嘅黃線以外嘅範圍等呢，就係、是、完全嚇表示咗香港人,人啊，或者係華人裏邊嗰扎嘅 DNA 啦嚇！佢嗰扎嘅急進啊、急躁啊、驚蝕底啊、嚇、啊、心急啊，但係完全冇用腦諗清楚件事點做，好多嘅嘢都係條件反射嚟。OK，好啦，意義啊，好多嘢會係點樣呢？都都冇人理。嗱，我俾一條行尸走嘅片大家睇睇啊，播條片俾大家睇。<laughs> 嗱，依度系正街嘅电动天桥，咁啊行电动行人天桥，唔系<是>行人电梯，sorry。咁啊，當然見到一個阿叔喺度非常之即係自由自在啦，即係香港係非常中充滿人權嘅地方，你做乜都得噶，你冇影響到人哋，嗯、但係你係影響緊我啊嘛！<laughs> 你喺度剪腳甲喎，大佬。唔係，我代阿叔影響你咩啊，老細？<laughs> 我而家逼你食啲腳夾啊。<laughs> 但係你你要明，嗱，依依唔係單一嘅事件，我喺茶餐廳見過，我喺巴士見过。茶餐廳做咩話？剪指甲。<laughs> 指甲啫唔係腳甲，唔係腳甲，剪指甲。喺巴士剪腳甲，喺電車剪個腳甲。喐 <laughs> 過個巴士。係照剪，跟住喺大街大巷剪手指甲、腳甲。咁你有冇諗過，你彈到一地都係其實嗰啲係雜，係係係係垃圾嚟嘅咧。同埋你彈到人嗰陣時，譬如啲婦女，而家冬天可以着冷衫，一彈咗個指甲，哇！嗰葉入捆一邊嘅就勾勾住喺呢度。咁 <laughs> 你翻到屋企凳嗰陣時，跌咗個腳甲落去，點知咩有腳甲喺度嘅？ 即係你諗下件事會係點樣咧？即係你點解啲人會係咁啊？即係點解香港人嘅質素會淪落到咁樣、嗯、啊？坡，你明唔明啊？嚇！咁誒，希望啦，大家所有嘅觀眾啦，其實即係大家就唔好成日掛住睇咁多花心嘢啦。即係而家嘅時勢嚇、啊，喺末世嘅時候裏邊，大家最緊要就係智慧同埋知識嚇、啊。有咗知識未必等於有智慧嚇、啊。OK，咁但係一定要喺知識當中學習到道理，然後至可以增長智慧。咁啊～ 成日喺網上邊嚇炒作，或者係大家淨係中意馬馬嘈啊！其實基本上對所有嘅世態嘅事件呢，你都係抱住一個好負面嘅心情去處理同埋去觀看，其實唔係一件好嘅事。咁其實我就好唔想見到呢依依一樣嘢嘅，即係或者。 另外一啲嘅節目主持人又會借呢啲事件去炒花生啊，直高收視啊咁樣。但點解我咁痛心呢一樣嘢呢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好似覺得整個網台界嘅人都好似不務正業，即係攞人哋一啲嘅是非啊、炒作啊咁嚟嚟嚟嚟去刺激個收視啊，令到啲觀眾呢就係、是、追聽呢啲大家互馬互相漫罵啊，跟住佢跟得好貼啊，當中裏面可能係一啲無事生非啊、誒、啊、無事料慶啊咁嘅問題，啊、即 無情百事呢，即係我哋個台都係會自己支濕自己嘅，嚇、啊！即係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咁、嗯、啊，好令我心痛同埋好無奈。即係我做一個位。 掌心又係肉，掌背又係肉，咁樣我屌邊個呢？叫邊個唔好停呢？即係俾人屌嘅，咁我叫佢冇啦，息事令人又好似對人哋唔啱咁樣冇嗰、啊那個那個人嚇、啊、幾廿歲人就無中生有喺度撩人，拉着人講埋啲咁嘅嚇指鹿為馬誒指桑買 Sorry, 罵槐，sorry 嘅嘅隱晦嘅嘢去鬧自己嘅同時，又好似有啲戇鳩。咁啊，即係你好令到你唔明啊！究竟我哋嘅社會甚至我哋嘅網台界啲人，咪好諗得閒呢？ 嚇！即人生裏邊嘅時間真係倒數緊。自從每一個人一出世，唞第一啖嘅空氣，擘大眼睇第一件嘅事物，張開嘴喊嘅第一聲，你已經喺度生命倒數緊。點解大家會為埋一啲咁嘅雞毛蒜皮嚇，根本係不值一哂嘅事件喺度喺度嘈喧巴丘閉呢？又或者即係正確嘅嘢唔做，啱嘅嘢唔經自把口講嚇。 亂鳩咁屌人互相去屌我估，勿論你係無心之失又好，或者係有心刺激收視好，係咪正確嘅方法呢？咁即係其實你會見得得到啦。即係既然網台界裏面中意做呢種咁嘅節目呢。咁啊其實本言外講你亦都唔會將一啲好嘅觀眾培育咗出嚟。我成日好深信，大家都識喺節目裏面就屌什么樣的人文。 嚇誒、啊、會出現什麼樣的政府，什麼樣的網台，亦都會接收一班什麼樣的觀眾。嚇、啊，即係如果你仍係繼續咁樣樣嚇做派花生、屌人、互相漫罵，咁其實亦都係將一啲怨念同埋一啲嘅負面嘅嘢咧，誒、呃、或者一啲嘅唔啱嘅態度咧，俾、啊、晒我哋嘅觀眾。咁啊，其實好老實講，即係當然啦，有時候有啲嘢要不平嘅事要鬧、要發揮、要嘈，係無可厚非嘅事。咁但係， 當中嘅嘢係一啲，如果係完全係可以避免嘅，同埋對公益性係冇乜光關係嘅事，而咁樣去撩啲嘢出嚟嘈，就喺為個節目嘅激刺激收視咧，咁我覺得係非常之戇鳩同埋愚蠢嘅一件事情，係浪費緊大眾嘅光陰，浪費緊自己嘅時間，嚇，浪費緊嚇誒節目裏邊嘅誒嘅 valuable 嘅 airtime。 咁啊，當然啦，我都係喺度呻下啦。我都知道，以香港人嘅質素，係咪已經冇辦法嚇有啲足夠嘅智慧走啱翻出嚟？嚇、啊，觀眾亦都係中意睇呢種嘅類型嘅節目嚇。誒、啊啊，網台街嘅業從業員亦都係中意用呢種炒作啊、互屌啊嚟互相吸引啊、刺激眼球啊、刺激收視。永遠冇一啲嘅以善念行先，或者係一啲公共性或者係有啲知識性嘅嘢。希望我哋嘅觀眾可以啊 discerning and concerning 咳咳去關心一啲即係。 真正有意義嘅 topic，嚇亦都識揀擷一啲有質素嘅節目嚟睇。o t h e 一路來咧，誒都幾難啦。憑我哋嘅一己之力咧，係可以做到一啲嘢出嚟咧，誒令到我哋嘅觀眾或者香港人呢，係可以有一個正確嘅誒態度啊、價值觀啊各方面嘅嘢。而然則咧、啊嗯，我哋都散播緊一啲好啊負面嘅情緒咧，影響緊我哋嘅觀眾。咁啊，我話講完啦，亦都無心。 去鬧任何一個人或者批評任何一個網台嘅從業員，我只係有感而發嚇、啊。見到個誒、呃、網台界同我第一日入行到而家我都差唔多準備離場嘅時候呢，仍然係咁樣。咁啊、就是，即係換句話講呢，係非常之令你同懊惱嘅一件事情。咁啊，今日嘅恐懼教室呢，其實就唔係再講呢一單，可以誒、呃，可以熄咗個聲佢。 咁啊，唔係再講呢一單，即係已經炒到益咗嘅花生啦。因為你肯定有講過啦，嗯、我梗係好多地方都有講過啦。反而喺反而喺香港六點半啊，唔係講好多啫。跟住再講下呢個黃子行，因為佢啲新聞就越爆就越多。咁我見到尋日嘅標題咧，就話黃子行聊開房玩人魔大戰，三十五億嘅敵子就話：，唉、哎，呢條友撳钟仔，撳钟仔錢都慳翻啦 好，翻嚟咁點解咧？呢嗯、我咧其實就琴日已經留意到一特新聞嘅嘛，今日佢講，因為林康政定名。我如果我真係唔想講。第一，最主要我唔想講，唔係話呢啲嘢我冇營養啊，嗯、而係我真係完全冇印象邊個係黃子恒？係<是>，屌你去做過戲噶咩？原來無線仲話，即係睇報紙仲話佢係上位小生。係啊，呢排都都算紅㗎、啊。喂，我真係喺街撞到，我完全唔會識得呢個人咯、啊，個、嗯、樣又冇特色。O、okay? K，、啊、好啦。 咁啊，跟住我就睇佢嗰啲咩事啦。嗱，事完咧，佢就俾個大陸女粉絲，我就日會講嘅，<laughs> 就話佢趙元松，佢仲有我搞大個套 <laughs> 等等。<laughs>